公众人物做公益是用自己的流量在谱写正能量，这样的公益宣传让我们了解更多公益项目和参与的途径，懂得公益的意义和力量。是心跳吗？韩红老师性格爽朗，受人敬重，这么喜欢王一博，足以说明这孩子的优秀，一切都是有迹可循。这孩子还挺好看的。王一博长得好看他就红了。王一博，王一博，王一博，他的外号叫王一博。王一博，王一博，哦，然后我就把他叫王一博。啊，天哪，你这样，你这金刚，我说他，哎，这小孩长得真好看，他现在很红，是现在超红。韩红老师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善良正能量的代表，而其实对流量明星他是有些许的偏见的，但这不是偏激，在王一博身上，他看见了不一样的光芒，正能量的明星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。